佢喺全球范围嘅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汽油价格喺世界各地上升嘅同时，佢依然系燃油效能最佳嘅小型房车。同类车中率先使用 1.4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高性能低油耗，难怪佢喺全球60多个国家都系增长最快嘅品牌，喺本国同受欢迎。全新 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悭油，超越一般驾驶 Cruze。嚟到第一個部分投資有道理時間，即刻睇睇今朝早上最新一啲嘅經濟數據咧，同埋嘅企業嘅業績先。先睇數據方面咧，美國公布咗咧就係呢個上星期嘅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出嚟，數字幾靚嘅嚇。咁啊，上星期咧呢個申領人數係減少咗36,000人啦，去到383,000人。咁啊，市場預期咧係去到411,000人嘅，咁啊係好過市場預期啦。咁啊嗱，已經係跌翻去到即係三字頭嘅數字啦嚇。其實對上一次咧喺即係呢個40,000以下咧，已經係上年嘅即係12月嘅時候啦嚇。咁而家咧又跌翻落去即係三字頭咧，對市場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消息嚟㗎。嗱，如果睇翻一啲仔細啲嘅數據咧，就話咧個四星期平均嗰度啦嚇，咁啊就話亦都有減少，減少16,000人咧，去到415,000人。而持續申領方面咧，嗰個數字亦都係有所下跌嘅，係跌咗咧係47,000人咧，去到389,000。咁見到咧，其實話咧，這個數字有下跌，三組的數字都有下跌，見到就是這個美國的勞工市場、就業市場似乎的確是有些改善，不過仍然是去到30多萬的、這個申領人數，始終相對仍然都比較多，究竟可不可以說持續跌下去呢、這個數字，或者何時才可以再跌破譬如這個35萬的關口等等，我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住，都聯儲局方面亦都有好多嘅措施出嚟啦，希望咧可以振興翻嗰個就業市場，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咧嚇？同埋咧，奧巴馬方面咧，亦都有推出一啲嘅即係振興經濟措施啊，包括咗就話要即係起高鐵啊，或者有其他嘅即係刺激就業嘅措施，可唔可以咧話可以即係挽救翻咧美國嗰個嘅勞工市場咧？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再睇埋一啲嘅企業業績先啦。嗱，睇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嚇，今日咧公布咗咧業績嘅，包括咗咧呢一個嘅即係加拿大Bell 電話公司的母公司 BCE 啦，出嚟咧可以同大家睇睇個業績啦，都有係有上升啊，咁啊增長咧係超過咧係25%㗎，咁啊去到咧淨收入咧期內咧係有成咧4,390,000加元，每股咧係即係賺咗成5.8毫子。另外咧如果同即係去年同期比較嘅話咧，亦都係有上升啊。咁啊見到即係 Bell 方面啦嚇，呢個嘅電話公司其實咧嗰個嘅市場佔有率咧之前咧一路都係唔係話咁好㗎，因為俾呢個譬如 Rogers 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同業嘅對手都打得好勁，不過最近有啲數據就睇到啦，呢個即係 BCE 同埋呢個 Telus 喺呢個嘅即係智能電話手機市場咧，開始咧慢慢嗰個市場佔有率有上升啦嚇，咁啊就即係攞咗一部分咧就係呢個羅莎士 Rogers 嘅客啦，咁啊變咗咧似乎咧嗰個前景咧都即係可以睇好啲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住啦。仲有咧，另外公布咗業績咧就係咧全球第二大嘅汽水生產商嘅百事可樂咧，公布咗去年第四季盈利下跌咗5%，去到13.7億美元，每股盈利85美仙，扣除一次性項目，每股盈利1.05美元，高過咧係市場預期少少啦。咁啊，期內咧銷售咧上升咗37%，去到181.6億美元，主要咧受到去年所收購嘅業務所帶動。咁公司預期咧，今年全年每股盈利咧將會上升7%至8%，咁係公司第二次調低今年就係全年每股盈利嘅目標嘅啦嚇，大家要留意住咧，即係百事嗰個發展。嗱，睇睇美股今朝早咧嗰個未來指數先啊嚇，未來指數今朝全部都係下跌嘅，道指方面跌緊係40多點，而納指同標普方面個跌幅分別有成0.7%啦，同埋就接近0.5%嘅。咁啊，見到今朝開出嚟似乎都唔係幾好啦。琴日道指已經係個表現係麻麻地啦，不過美市突然抽高翻啊，咁就都係叫上升啊，萬尺變，但係咧今日可唔可以維持嘅升勢咧？
個人覺得真係有啲保留啦嚇，因為都已經咧係升咗好一段嘅時間啦嚇，亦都喺譬如道指12,000+水平咧，應該咧可能有少少回吐，或者有部分人咧可能咧會係即係鎖定利潤先係離場先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今日後市嗰個走勢。呢個時候咧講到呢度休息一陣，廣告即刻翻嚟繼續投資嘅到時間。